深耕当地27年，吉兰丹慈济人终于要有自己的家。在吉兰丹这个州，本身华人人口很少，这是可能是吉兰丹最大的特色，也是可能最大的可以耕耘的福田。我觉得话，它是真正的跨越种族、跨越宗教，这样子的一个 NGO， 真正造福这个社会，净化人心。所以祝福吉兰丹师兄姐。吉兰丹人这么少，那么给上祝福哈，那个祝福的力量我们带回去，其实是代表全部新山的这个志工的祝福了，不是我们17个人而已哈。然后我们期待说，哎，吉兰丹有一天也是像分会这样，可以广招菩萨，置业体呢就是红佛，绵延流长。那相信有愿就有力了。全马九州实地的慈济志工特地来到吉兰丹，见证净思堂动土的这历史性一刻。这一天也正是慈济57周年庆，同时举办浴佛典礼，众人诚心祝福慈济置业在吉兰丹能够蓬勃发展。所以他们在出来从供灯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已经流到不停了，因为真的看到他们的背影。哇，好感动，就是大家一起在护持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姻缘，因为尤其在吉兰丹这样子一个回教的一个土地上，要把我们佛教立根在这里，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有幸人参与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有福报，也很感恩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